班长，那我那个那个那丫头，你哪个？你不要告诉我说你那个来不能下水哦。不是、啊、那个我那个我不会游泳。眨什么眼呐、啊？打 pass 啊？你到底会不会游泳？不会。很好，手放下。谢班长。不会也没有关系，这就是班长啊，等一下要提醒各位的。等一下，我们会先进行分组。会游泳的，会先安排下水操课；不会游泳的，也会安排个别训练。等一下，我们先进行25公尺，不限泳式侧泳。我们请于班长为我们示范，各位要看仔细啦。各位，想要看班长我示范，那当然没有问题。可是大家要知道，我们王班长是成功岭送去泳训的干部里面第一名毕业的，大家想不想看王班长游泳啊？想。大声一点。想。王班长，辛苦你了。报告班长，那你跟王班长 PK 一下，看谁比较厉害嘛？来跟我摸啊！哦 ，PK P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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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K。年轻的你，为无尽的生命喊声喝彩。年轻的心，为美好的岁月铺出一曲乐章。年轻的你，为无尽的青春喊一声欢呼，将年轻飞扬云端，当阳光铺出色彩，将年轻航向海洋，让海浪射出红彩。哦耶，将年轻奔驰山也放出光芒，来吧年轻的，投向生命的坐标、来吧年轻的，迎向茁壮的时代。年轻的心，为将来的日子写下一句对白。年轻的你，为无尽的生命喊一声喝彩。
事你就喘成这样子啊？报告班长，不是这样子的，我是刚才看到你莅临，赶快起来想要迎接你，所以不小心脚才抽筋的。班长，你只是想看什么样青春的模特吗？好了，开玩笑适可而止。女班长，酒精就不要勉强。现在不好一点。报告班长，谢谢你的关心，好多了。